OK，那我们现在来看到第二部分。好，那呢，前面不是讲到说这个 Judgment of Paris 有没有？The Judgment of Paris 好，造成了这个战争哈，似乎是这样的哈。OK，好啊，所以他说接下来剧情往下发展。Later, Aphrodite fulfilled her promise，或者是我们说 carried out her promise by casting a spell on Helen. Cast。丢的意思哈，那 cast spell 就是下咒语，OK？好，那当然神嘛啊，神话里面呢就种事情，cast a spell on Helen. Aphrodite also helped Paris bring Helen with him to Troy. 这边的话呢，这个众说纷纭啊，有各种版本。那反正 anyway，Helen 的话就是跟着 Paris 回到了 Troy. Upon learning what had happened. 好，这个我们之前曾经看过的东西，不知道还记得吗？哈，你用 upon learning 或者是呢 on learning 也可以啊，哈，用 upon 或者是用 on 都可以。on learning 就是说一怎么怎么样这样。OK，好，那请同学要注意到的就是呢，这个 upon 或者是 on 后面加的，通常呢是一个比较短时间的东西，因为我们这边的意思是说一怎么样。就怎么样，OK？所以这个 upon 后面你不可能加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的东西，那样会很怪，OK？所以这边这个 learning 啊，等于是 knowing 的意思哈，他一知道，OK？然后他一了解到，一知道，那这个只是一下子之间的事情哈，OK？那如果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的动作，我们就不会呢放在这里，因为那样会很怪这样，OK？因为有时候同学在用这个句型的时候，往往会忽略到这个。语义上面会有一些问题呀、啊，哈，OK，好，他这边他说他一知道 what had happened，好，又用了什么过去完成式，因为是之前就发生了的事情，这样 OK，先前就已经发生了。那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 Helen 的老公他不在他国内了，哈，OK，好，所以呢才给这个 Paris 有了这个可乘之机啊，但是呢，因为有这个。另外的女神就不甘愿，所以就跑去跟这个 Helen 的老公哈，这个 Menelaus 跟他通风报信这样，OK，所以他就知道了。然后他说呢，The king of Sparta was so furious that he called for help. Call for 我们说呼吁，然后或者是呼请这样，OK，欲请就是呢，请人家来帮忙哈。那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说，因为 Helen 要结婚的时候，他爸爸呢帮他呢。请希腊众英雄做下的承诺，就是说，如果 Helen 遇到了任何的危难，或者是 Helen 的老公，就是这对夫妻遇到任何的危难的话呢，他们都要一起来帮他这样。OK，好，这个是预防呢，有的人呢，因为不爽啊，因为不开心，Helen 被别人娶走了，然后就做一些坏事啊，哈。OK，好，结果到最后呢，是呢，忽然冒出来的一个这个小伙子，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好，那这个。这时候 Helen 的老公当然可以去要求大家实现当年的承诺咯，所以他 called for help from several rulers of other Greek states. Okay, 那这边这个 state 的话指的也是国家 ,OK? 但是我们当然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叫做 city states, 叫做城邦嘛 ,OK? 那这其中最重要的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他老哥啊 ,OK? 他老哥是当时呢希腊各城邦里面然后的这个统治者里面最有权力的一个。那话说回来就是他老哥有他的野心啊 ,OK? 好因为呢他可能想要当所谓的什么武侠小说里面常常讲的就是所谓的盟主啊所谓的霸主这样 ,OK? 所以刚好给他有这个机会。Anyway, 反正呢不只是他老哥还有希腊众英雄呢为了实现承诺呢都来帮他了哈。10 years of war between these Greek allies. Allies 这个字挺容易注意到，因为常常都会念错哈。这边是名词，我们要念 allies. OK， 他说 10 years of war between these Greek allies and Troy followed. 接着 follow 跟在后面就是接着就是这样子。OK， as time went by， 打了10年呢，天哪哈！我觉得他们也实在太厉害。The former won many battles, but still couldn't conquer the latter. 好，这边的话，the former 指的就是 Greek allies, the latter 指的就是 Troy。哈，我们看它在句子呢出现的前后啊，哈。OK， 好，那呢这个 Greek allies 虽然赢了很多场战役，但是呢这个城啊，特洛伊城真是固若金汤，打不进去就打不进去。OK， 好，所以他说 the Greeks therefore turn to Athena, turn to someone。就是呢，向谁谁谁求助哈、啊，就是呢，
转而，或者是呢，去向谁谁谁求助的，turn to 某某某。For example, you can turn to your friends, turn to your teacher, turn to 某某人，好，那就是跟他求助。In the hope of ending the war, in the hope of, 你前面看过哈，就是怀抱的这种希望，因为大家都受不了了哈，十年，其实我很怀疑他们的补给是怎么做到的。Athena, who was still angry about Paris's choice,provided the Greek with the key to winning the final victory. Okay, 好，这边呢 provide 谁谁谁 with 啊，就是提供给他们，给他们什么啊 ？Okay, 好，那呢，提供给他们东西，如果放后面的话，我们要用 with 嘛，哈，你要说 provide 谁谁谁 with 用这个东西给他们，以这个东西来协助他们这样子。Okay, 好 ，provide the Greeks with the key to.The key to 什么什么的关键哈，这样 OK。好，所以他告诉他们的这个赢的关键是什么？好，那 the key to， 因为这个 to 呢，我们在这边说是什么？在这边呢，我们说是介系词，所以这个 to 后面呢要加什么？要加名词或者是动名词，所以我们这边会用 winning， the key to winning the final victory。好，那呢他是说了什么呢 ？By saying。哎，那呢？通常神不会给很明确的指示啊，哈。OK， 就让你去求签的时候，签上面有时候会讲一些很神奇的话，还要请人帮你解一下啊。所以呢，这个Athena 他说的也是一个有一点点含混的东西。他说 ，What began with an apple must end with a horse。OK， 那这只是神的一种说法。那要不然的话，你也可以随便乱讲啊。OK， 不过呢 ，Athena 给的指示就是这样。以这个开始 begin with， 那就要以什么结束 end with， OK， 好，那接下来他说 thanks to Athena， 哎，真的是要感谢他，多亏了有他 ，thanks to， 多亏了有哈 ，OK， 或者是说那真的要感谢，多亏了有 Athena 的帮忙 ，the Greeks realized what they needed to do， 这么聪明 ，OK， 因为他们呢阵中有一位聪明人，他叫做什么？他叫做 Odysseus， 所以他这边讲说。A Greek hero named Odysseus came up with a cunning plan. Come up with 想到了什么？好 ，OK， 好，我们说呢，他想起了什么啊？他去构思出了这个东西。Came up with a cunning plan. He had his man build a huge wooden horse. Have 这个字的用法哈，应该不太陌生，不过没有关系，在这边我再复习一下，因为好像很久没看到了。Have 这边的话呢，我们说就是什么？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make 的意思哈，使役动词，他让他叫他的人啊哈，他的士兵呢 ，build a huge wooden horse。好，那因为是使役动词，所以我们后面用什么啊？哎，没错，原形哈。OK，he had his men build， 后面直接用原形。OK， 好，加上原形动词。好 ，OK， 所以呢 ，had his men build， 后面还有啊哈 ，OK。一样的用法会出现在哪里？在这里 ，had a group of armed soldiers hide 有没有啊、哦？一样的用法这样子 ，OK。然后他说呢 ，he had his men build a huge wooden horse that was hollow inside and had a group of armed soldiers armed。armed 的话只是说他们怎么样？他们配有武器 ，armed。OK。如果你说某个人呢，他 he's armed。OK。或者是我们常常讲说呢，是有持枪啊哈，持有武器的抢匪，那我们会说 armed robbers， 对不对？好 ，OK， 有武器跟没武器差很多的哈 ，OK， 好，所以这边呢是 armed soldiers， 表示有带刀带剑在那个时候哈 ，OK， 好，那呢让这样子的一群人 hide， 有没有也是原型啊 ，had a group of armed soldiers hide in it， 原型 ，next。The Greek army pretended to accept defeat. Before sailing home, though 这边的话，我们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副词啦，哈。可是，但是 ，OK. Before sailing home, they left the wooden horse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gate. 他把它遗留下来，以什么样的状态遗留下来的 ？Standing. 这个 standing 是用来修饰这个 wooden horse， 是让它立在那边，哈。In front of the gate of Troy.The Trojans considered this to be a gift of peace. 是有点笨笨哈 ，OK， 好，不过呢，以那个故事来讲，他们那时候是有一些争论，哈 ，OK， 好，但是呢，
希腊人呢很巧妙的留下一个人来骗他们，那个人就谎称说呢，其实他是叛逃的希腊军士哈，因为他很讨厌希腊军队，所以他呢就绕跑了。那现在又冒出来了，这样，OK，用这样子来做一个这个障眼法哈。OK，in the mood to celebrate, they hauled the horse into their city and started feasting and rejoicing. Started feasting, rejoicing. Rejoicing meaning being happy, okay? Yeah, celebrating, okay? 非常高兴这样子，okay? 这个是一个比较文学的字，所以呢，用在这种地方其实就是刚刚好哈。But later in the dead of night, in the dead of night，只说呢，这边 dead 的话，当然不是指 the dead，不是指死者，而是指说那个死寂呀，都没有人在动这样子，okay？好，都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因为大家都睡着，因为呢，这个特洛伊的人通通醉死啊，OK，in the dead of night，晚上一片死寂。The Greek soldiers in the horse crept out，crept 是哪一个字的过去式，还记得吗？哎，没错，是什么？creep，所以这边是 creep，crept，然后过去分词一样，也是 crept。跟哪一个字一样？跟 sleep 一样，有没有？sleep, slept, slept, creep, crept, crept。还有什么？流泪，weep, wept, wept。有没有？这些都一样。OK，crept out。OK，他说呢，这些兵士 crept out and opened the city gate. Then the rest of the Greek army was able to launch a successful surprise attack. Bringing an end, OK，好，这边用 bringing 的话是指说它跟前面这件事情是同时，OK，他们发动这种所谓的奇袭在同时呢，也就是 bring an end 这样子，OK，好，所以这边你可以用分词表示呢这两件事情呢是时间接得很紧，几乎可以说是同时。当然，你这边如果你要讲说 was able to launch and bring 其实也 OK 了只是呢用 bringing 的话呢，感觉那个时间会接得更紧一点，然后在同时呢就 bring an end 就能把这个战争做一个结束，而且怎么样？不但 bring an end，也 bring 什么？也 bring victory to the Greek。这边的话等于这个 bring 后面加了两个受词，一个是 bring an end，另外一个是 bring victory，这样子，OK？好，他说，as in many other Greek myths，就如同as 这边是如同，因为后面只有加名词嘛，OK，就像是 as in many other Greek myths，it seems that the humans in the Trojan War were like chess pieces。好，可以这么说了其实不只是 Greek myths，还有什么？还有我们呢说大名鼎鼎的什么什么？大名鼎鼎的呢？还有什么 Greek tragedies？没错希腊悲剧其实呢也常常是这样子比如说呢，我们看过的那个《伊底帕斯王》的嘛你也觉得呢，他似乎好像就是被命运或者是被神所拨弄的这样子。OK，因为你如果再看仔细一点那个《伊底帕斯王》的那个悲剧的话呢，他其实是有去阿波罗的神庙去请求这个神给他指示，但是神给他的也是一个误导了他的指示这样子。OK，好，所以这边的话呢，他说 "It seems that" The humans in the Trojan War were like chess pieces，就像棋子一样。Chess，请各位注意到只有一个 e 所以你要念 chess pieces。好，chess 的话，因为你指的是那整个游戏，那这上面一个一个的那个棋子OK，我们叫做 chess piece，一个一个的。OK，那它还有名字的比如说你有什么骑士啦、皇后啦不过一般来讲，你就可以说这些一个一个的这些吉利，这些棋子，我们就叫做 chess pieces。好，他们就好像呢，chess pieces，好，被谁操弄呢？In the hands of God，这个神呢就把它拿来在这边弄来弄去哈。If Paris had not been forced to be the judge，the Trojan War might not have even begun。这边我们看到的一个什么？与过去事实相反，看到吗？如果当初所以我们用 had 加上什么过去分词，had been。OK，后面呢，他就说 "The Trojan War might not have even begun"，有没有？这边的话就是 might，OK，所谓的助动词加上 have 加上 PP，这个是所谓的当初如果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时候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是这样子。To the gods, this terrible war was nothing more than just a game, nothing more than 我们说叫做只是
就仅仅只是好这样子，OK，好，拜拜。